对，别坐椅子行吗？你们两个讲了吗？现在开始 C 位。谁？看你今天敢坐 C 位。近日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合影的时候，明星都不敢站 CB， 也是令现场的主持十分艰难，甚至还要求明星们往中间站，场面略显尴尬。近日在直通春晚后台，尼格买迪和杨紫以及朱丹还有郑恺之间就上演了一场幕后的 CB 大作战，终于体验到了现场的尴尬和不容易。尼格买迪都心疼朱丹说，你们真是太难了。再想想近日的 cos 毛生点上，朱丹不断的口误，最后还要求明星往中间站，还真是令人心疼不已了。就像粉丝们说的，孰能无过，希望朱丹也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吧。